回到以前。认真听，这一棒是绝了！学会了，人类，学会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斯高尔又不是没他就不行，只不过他很有用啊。哪里通？萨斯给。直接就不行了，他不过他有些那些还是不错的。但是说实话，现在这个年代打戏已经没以前那么燃了。你说这种，如果现在这些放到以前，那更燃。对对，攻打艾欧，回应你说的对，没问题，你说的对。怎么说呀？有点太好了，你说的对，有点像他妈逼过家家。前面做的太好了，我带的是攻速、攻击力、护甲、主席问题，先 Q 试探。我先去破骸骨，放松点，孩子，放松。这打的，你再闯进来试试，你就完了。已经做出选择，乔走路。威武的君王有血报。Q， 你就当这是请柬吧。哎，学打的，一二三四。给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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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但我也能跟得上，因为我把他这个后续的逃跑路线给封死了。我才能弄死他们呢。怎么还被人打上了？这不烂了吗？你剑魔还点了个时空速啊！别再咬我了。他叫鸡跑没叫闪，慢慢打。今天看能不能来个七连胜。今天克烈打诺手几几开主播，前期优势点，六级以后诺手优势点，就要装备不差距来说，都是城里人的马甲。A 一拉开，克烈小技能前厉害。六级诺手大招有 R 比咱猛一点，前期咱们占优，六级前都是优势。是 A 一走。是滚回来呀，你个臭烧饼。还好他这个一拉的不算上，你出事儿回对线不能跟他打了。看拉扯吧。上来说克烈六级肯定是小优，因为 Q 带重伤，而且诺手六级前爆发不高，一技能蓝耗比较严重，咱们毕竟无消耗，不用控蓝的英雄，前期是小优。Q 破骸骨，这波看能不能再打个 AQ。好啊，我一个人干翻他们全部。EQ AE。我是战争，把他一给躲了。他想联合整个诺克萨斯，所以就当我是个分裂分子吧。带个上，在库尔萨拉的大门。他们往我们头上淋的是沸腾的火油，但是勇气经得起油炸火烤。哎呀妈，这剑没劲，好歪。
咱们不够资格，也拍不着人家。哎呦天，这 Q 神！不不不，那我们就把他们也干掉。没人和我是一队的，除了你。芥末一看就不是老芥末，这不他不应该 Q 一？这波最好先把骸骨破了，铁丝鞭破骸骨，再 E 进了一圈 A A， 再 E Q A A 拽下 A 引燃，再一个 R A 卡顿一下的。避免他交闪，他交闪咱直接 R 给你。你得学着用啊！卡顿一下，省得便宜被去了。估计拉开的 RA 直接，避免让他有反应的空间。你收到我的请柬了吗？没有吧？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请柬。被压那个。A Q A A A E A A， 一空一样。赶紧闭嘴！你这蠢蜥，臭芝麻！你们来个小丑，你再杀他一波。别把马库给弄走了。你的粮食，你到底是管什么的将军？要命啊！你们全是狮子还有为！ Shut down！ 这贱人，偷鸡！血流成河是最合适不过的告示。抓住他们！这还带了个虚弱点子，这。这一波把对面全搅得天翻地覆。他们都是乱闯进来的，先宰了他们五个再说。哎，今晚必拿个连胜，今晚一局都不输。我说的，包贼。那现在肯定不敢跟咱打呢，找机会杀吧。他补刀 EQ， 对，可以，先消耗。咱 Q 重伤了，回不了太多。你等着吧，我会狠狠的报复你的。哎呀，不行，那是有个闪。你点燃伤害可能有点不够，尝试一下 ，R A Q A E A E A 转，轻点儿，你这贱兮兮的小畜生，确实不够。我们还没完事儿呢。Q， 怎么点燃好？还是装，还是太肉，不着急越啊。先等怒气够上马再说。我是上将少校克烈爵士，我怀抱胜利的花香。老哥，冷静，小妞。等一 Q 进去好，但他有闪，还有一些的是。你能闭上那张臭嘴吗？操，这蚊子！这蚊子太狂了，往眼睛上飞。一会儿喷点花露水。我警告你，别抛下我 ，Scar。护甲鞋，那我们就得赶紧把黑切做了，要不然打不动他。打打杀杀，有益身心。这样可以。来个鞋吧，这版本 Q 伤害加强也不是太缺，买点 CD 也好，五秒一个 Q， 这些文明
别叫唤了，你把看不见的猎物都吓跑了。这不直接越波下路吧，这诺手得控线，那我们就搞的队友就可以了，像这种空线的人我们直接抓下就行。你把我的蘑菇汁儿又藏这儿去了，就越了。然后 QE 在这儿被发现了，对，放松点孩子，放松。哦，你跑不了了，真的不要被抢啊，来回车吧，冲了，完了，看一下，好家伙，快过来，能推线吗？推线，推线。刚才是你在说话吗？还是那个声音又来了？你孑然一身。小丑来了。操！我这劲打得真准，七七七，难受。怎么追？对呀，我想起了拉格堡垒的攻城战，好多人死在城墙上啊。真有意思，就像这种情况，敌方上单，咱推完一塔以后，他在二塔前控线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帮边路吃塔皮了，帮中了或者帮下那种控制多的那种路，帮他们吃塔皮，这样还能扩充咱们自己的优势。两千七没灯，你 Q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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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Q E A 再 Q， 先跟。我的地盘不需要文明礼貌，我需要的是无法无天，自由自在。他按果子杀他了。这一手怎么样？我这么快？你可别怪我。也还行吧，一个闪换个 DM， 反正咱待会儿肯定买 CD 先。哥，没时间琢磨这么多破事儿了。我去空。这一 Q， 我的地盘从我的脚下开始算起，直到太阳落山的那头。真怪，给我回来！残暴，错过了吗？有几？这么彪吗？十几了，我们找到他们，捆起来，然后就有一堆肉靶子了。我刚才看剑魔在边拉，操，我以为他能过来，没动。诺斯卡尔，别这样，斯卡尔真坏。我的。我操，又是个蓝军诺手。大地风光无限，你就不会觉得寂寞了。A Q R A Q， 现在别冲动，下次你再来的时候
记得多带点东西让我抢。一颗。如果你轻眼看了自己的下场，该有多好！大西瓜，我现在只能靠你帮助。记住人的路。我这个屌丝可能没哪儿都是，好恶心！见面就虚弱点燃。剑魔也不游走去。你在抱怨什么？我已经把半个排的人都喂给你吃了。推荐吧，还是打单机吧。今天是个大风天，疯子的疯啊！节奏给的差不多，一直到了。这对面全是这种陷阱控制，小手盒子 E 再加这种他这个虫，全是这种精精恶心。没带武器的人说的都是废话。我操！我感觉我被六死了。不是，他这打的这么痛吗？一千滴血啊，五 W 啊。太痛了，一千滴血，真的假的？说实话，我这波真没想到他打不上这个，就吃了两个盒子，一千滴血，去。洛克萨斯的地盘，我说到哪儿就到哪儿。哎，我发现真的，只要一对这销售起杀心，我就必死。那买个破败不得？去到的地方，没有不属于我的地方。好、哦，你变你的狗吗？啊，冷静，小妞。你这得买个熊样了，兄弟！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，反正让他闭嘴就行了。有点红。哎，这个阴阳英雄又来了，还出了个书，我操！我警告你，别抛下我！我想想咋治他。那打他其实死五应该会好一点，死五去血。但是没人能分走我的一半。他这个虚弱恶心，买个提亚马特吧。把木刃
对，这样子。喂，你完了！我骠骑大将克烈少校，我从来不是什么先生。哎，我买错了，我买成这个了。哎，也行，有点用。我想先出天马特刷线儿、哎，先这样出也行。那就先一磨刀。完了，都死了。我讨厌给暴力和神经病代言，问题是他们跟我很合得来。干掉他们！你没打过去，亏着我伤害高。这这这！让我们来打掉那些创造孩子吧！放松点，放松。还是弄死。那就加马特就好了，一磨刀出坏了，不过也能用到。要出一磨刀，我就死，我就没有格子。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诺克萨斯的平原更漂亮，除了死尸。本来想破剑巨修，小丑可能又在那块恶心了。阴阳人，操！不做了，最后还打吗？这屌人死了。过路的，现在是铺路的了。他一没，他俩就没法打了。我来教你们看字怎么写。我们一起跳舞吧。感觉得开人啊！开多少？哎，打的也挺快的，打的。我建议，要不是你看你是幻觉。别人被晕，跟我来！借你的鬼，我杀光他们！拜拜了，小白脸儿！拜拜了，小白脸儿！这电一的诺手啊，猎师必出手，真的，基本都是这种蓝盾高护甲装，没有那种出手。我们干掉这些家伙之后，该吃点什么呢？玉米卷儿，好吧，玉米卷儿。给我指个甲针，让我打死甲针，他把头给了。这么坏呢？人心不。抓住他们！这人怎么能这么坏呢？我们先杀光他们，然后再弄明白他们是从哪儿来的。给我差点钱。要命啊！你差点搞死我们俩。怎么还有移动袖子？不，这就跟突袭格洛夫特那时候一样，只要突击队里有一架火炮露了头，整个队伍就暴露了。该死啊！神分现在是回血多了，伤害低。双穿、啊。我操！神分刚重做的时候那 EZ 太恶心了。天当被，地当床，只有蜥蜴在身旁。有重伤的是。身上有重伤的印记就是真小丑。没有就是假的。现在服不服？所以可以判断出来。这小丑一死，他这个阵容就废一半了，因为这小丑这个控比较恶心。你他妈露头绝大了！冲啊！炼光火石，我要旗舰战斗力！